各位同學，咁而家 present 嘅係2016年 DSE Maths 嘅 Paper 2嘅第31條啊。咁嗱，我哋睇一睇呢條題目啦。呢條題目就即係揾個 LCM 嘅嘢嚟嘅。咁佢話俾咗三個polynomial 你 9A 二次 B 一個 12A 四次 B 三次同埋 15A 六次。咁如果揾個 LCM 咧，我首先要將佢所有嘅嘢咧做 differentiation 先。好啦，咁第一個咧就 9A 二次 B 咧就可以寫做三嘅二次 A 嘅二次同埋 B。咁另外一個咧就可以寫做三二嘅二次乘三，再乘 A 嘅四次乘 B 嘅三次。呢、這個就三乘五乘 A 嘅六次。好啦，咁 LCM 係點樣計咧？就係、是、其實佢係攞 common 嘅最高次方。同埋冇 common 嘅，即係唔係 common 嘅嘢就都攞曬佢嘅。所以嗱，個二嘅二次方要啦，三咧就攞三嘅二次，即係二嘅二次乘三二次。個五就要啦，再乘多五。咁個 A 咧就要攞六次，個 B 就要攞三次。咁所以 over all 就變咗咁啦。咁化簡咗佢之後，你對翻邊個就答案啦，就180 A 六次 B 三次，180 A 六次 B 三次。咁所以個答案係 cat 一隻。好，咁我哋睇下一條。